舒缓强韧自保，舒缓安抚水，呵护小碗，呵护你。老中医化妆品邀请您收看腾讯视频老中医。记好了吧？记好了，太太。记好一副还是两副啊？第一副也已经记好了，快点，那个副也倒出来。好啊，好啊。慢点啊！哦，不要翻出来。哎，好了好了。啊。喏，哦，搿副也要扎进去啊。晓得了。好了，侬去忙别的吧。哎呦，搿窗门哪能开了介大个啦？人呢？哎呀，太太，搿风太大了，不撕开来了。快点关起来，不要刺啊，老爷。哎，好好，我晓得了啊。王美玉，落落切切49天了。哎呀，这个样子啊，不吉利个呀。老爷，每年侪一样的呀，说不定啊，等个雨停了，侬个毛病就好了啊。我眼呢？爷来了，爷来了，爷来了，老爷，爷来了。太太，来，来，侬爬起来还好吧？来，搿是啥个爷呀？哦，新请的郎中，配个爷。啊，听说搿个人啊是江苏忙下来的，蛮有本事的。侬来喝哦。待女啊，待女老天啊，让我多活几年啊！哎呀，不要讲嘞，慢点，慢点啊。好，还有一副爷呢，已经来海记了。不过这两副爷好一道吃吧，老爷。哎呀，中药没关系，快点拿来。我去拿，我去拿啊。大大，哎呀，侬能刚刚来啊？快点，老爷急死了，快点送进去。晓得了，真是。哎呀，老爷，侬吃药。我没地呀，别紧啊，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太太，老爷，老爷，被告人温泉海涉嫌医疗事故一案开庭，提被告人温泉海到庭。请禁止说话。被告人温泉海现年52岁，常州孟河人，中医大夫，今年5月到上海行医。被告人温泉海，你的身份核实有误吗？无误。好，现在展开法庭调查，请公诉人宣读起诉书。死者姓秦，名仲山，1年前病重，请数名大夫诊治，病情不见好转。9天前，秦仲山大哥秦伯山请被告人翁全海前来诊治。被告人，公诉人陈述有误吗？无误。请公诉人继续宣读起诉书。被告人翁全海答应出诊，秦伯山带他来到秦仲山的家中，翁全海当夜诊病，并连夜开出药方。法官先生，我想请求陈述患者秦仲山的病情。通过请求。我出示秦仲山，当时他确实病情危重。金先生，病虽然重，但还是有救，切不可自甘放弃，要充满信心，记着要照方服药。我有的是钱，只求这条命，如果你能把我的病治好，绝不亏待于你。放心吧。苏大夫，您能说得再清楚一点吗？病入膏肓，已无回天之术，恐难支撑数日了，早做准备吧。可您
刚才说有救啊？我如果当着他的面说治不了，他活不过三天。王大夫，我就再求求您了，您就救救他吧。我们不怕花钱，银子金贵，可碰上命了，就如尘土一般。我尽力了。哎，王大夫，您看，我这好不容易把您请来了，您多少给开个方子，这样对他也是个安慰嘛。我可以开个安慰方，但是我有话在先，用了我的方子，就不要同时用其他的方子。我一定听您的。公孙人，请问被告人的陈述有误吗？法官先生，被告人陈述无误。好，那请公诉人继续宣读起诉书。秦仲山服用被告人翁全海的药，当夜毙命，所以翁全海开具的药方可能与秦仲山的死亡有关系。法官先生，我请求提问。通过请求。公诉人先生，您刚才说被告人翁全海开具的药方可能与秦仲山的死亡有关系，我想请问可能两个字该如何解释？法官先生，我们接到此案后，请上海中医学会对被告人翁全海开具的药方进行鉴定，此药方并不致命，但是死者秦仲山确实是因为服用了被告人翁全海的药后当夜毙命，所以说这二者之间可能具有因果关系。另外，被告人翁全海曾说秦仲山会于数日后死亡，我想请问被告人翁全海，你说过这样的话吗？我确实说过。那么这是诊断失误呢还是口误？诊断无失误，也不是口误。你还狡辩？法官先生，被告人翁全海作为孟和名医成名已久，他的专业性毋庸置疑，那么他所开具的药方就应该是准确的。可是秦仲山当夜亡故，除了因为服用他的药物所致以外，还有就是因为他诊断失误，所以导致了用药失误。对，被告人，你对公诉的陈述有异议吗？我诊断无误，用药无误。法官先生，我认为公诉人的起诉书里存在异议，因为既然用药无误，那秦仲山的死亡就跟被告人无关。被告人翁全海刚才说了，诊断无误也无口误，那么为什么患者秦仲山会突然死亡呢？秦仲山已经死了，是否诊断失误无从考证，但是诊断失误必定带来用药失误，即使药方并不致命，但是药不对症同样是有可能杀人的。法官先生，公诉人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指认被告人翁全海杀人，这只是凭空推测，并不足以说明翁全海杀人，并且此案存有众多疑点，应该等待调查清楚之后再进行庭审。被告人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法官先生，我该说的都说清楚了，但求法庭明断。小钟小杰啊，一会儿见到你爸，知道怎么让他高兴高兴吗？汤头歌诀：四君子汤中和义，参竹茯苓甘草比，益以下臣明六君，去痰补气阳虚耳，除去半夏明义功，破家香砂胃寒使，生阳益胃生竹荠，黄连半夏草陈皮，灵泻防风羌独驼，柴胡白芍姜枣髓。哎，大叔到了。呀，小心点。哎，
冯全海，你家里人来看你了。六脉沉迟无力，舌淡嫩苔白，因狱中日久，思亲人，念故友，久思耗伤脾阳，故神疲乏力，不思饮食，大便溏薄。先生，这乃孟和神医，您说的全对呀。谢谢先生。大夫，来也帮我过去。翁全海，你家里来人了。啊，您稍等。胸口经常发闷，有时候呢，一下一下的刺得慌，疼痛。你这个病不难，三剂药，保你好。哎呀，谢谢。哎，大夫，坐看看，别睡觉，头总来。我先来了，好不好？一个一个来，啊，坐着。爸爸，儿子谨遵医道，诊断准确，用药得当，我心里自然敞亮。去做饭。爷爷，这一大早的，你说秀姨她会去哪儿呢？我哪知道啊，等她回来不就清楚了吗？秀姨也是第一次来上海，上海又这么大，她不会丢了吧？姐，爷爷，我四处找了都没有找到秀姨，她肯定是走丢了。姐，咱俩现在去找。说的容易，你们上哪去找啊？就是把我们三个人都扔进上海滩这口大锅里，那连个游行也见不着。大姐好。大姐，祝你大吉大利，好运当头。哎呦，不要瞎讲，这枪刚死人的，还大吉大利呢。我跟你说啊，我没有钱的，走走。大姐，您气色不好。怎么不好了？您是不是刚刚病愈啊？哎，这你怎么知道的？我看你面色苍白，一定是病后气血不足。你说我这是什么毛病啊？脾胃虚弱，运化失常。哦，没看出来啊，你懂医啊？只是懂一点点。啊，这样吧，我有个方子，我用过，很好的，你可以试试。这好呀，我跟你讲啊，看毛病要花钱的。嗯，这下我就省了。谢谢你哦，大姐，能不能给我弄点吃的呀？哎呦，小事情啦，等着哦。等着。够不够啊？不够我再给你拿去。够够够了，大姐你人真好。这家人得的什么病啊？要命的病呗。那到底什么病啊？人都死了，你管他得的什么病干什么？我是说，如果我在，有可能我能治好呢。你？哦，你可别吹牛了，我家老爷那是。我家老爷那是家大业大，有的是钱，上海滩有名有姓的名医他全都瞧了个遍，那花出去的钱多了去了，到后来怎么样
还是没了。所以说，人这命啊，尺寸长短，那全在老天爷的手里攥着呢。哎，叶长老，我给你倒杯水去。没有，大姐，你看我远道而来，初来上海滩，两眼一摸黑，你给我指条道吧。你看，我们两个也是有缘分的，你做好人就做到底，帮帮忙，我一定会报恩的。大姐，我呀，也看出来你就是一个苦命的人。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为什么事先不跟我打个招呼啊？伯父，您年纪大了，这些事儿就由我们小辈来办吧。你省省心。您放心，我心里有底。要不，你现在两个孩子回蒙河。孩子，这些年你为翁家尽心尽力，特别是对两个孩子，就像他们的亲妈一样。眼下全海又碰上了要命的官司，你又要为他们……你千万别这么说，要不是当初您收留我，我现在还像一根草飘在风中呢，能不能落地还两说呢。翁家的大恩，我一辈子都报不完。真是个重情重义的好孩子啊。伯父，那你先带两个孩子先走。我不能走。我相信我的儿子，相信孟和一道。我要看看这场官司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我要看看这锅混汤到底是个什么底，我要看看这水深草阔的上海滩到底有多少死猫烂狗狼眼兔子头。你能不能手脚利索点啊？你倒是逛集市呢。你是头回干这伺候人的活吧？夫人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端茶倒水怎么也不想着带块抹布啊？这洒了水，你拿什么擦？对不起，真是不懂规矩。也是啊，家里现在缺个人手，我也看你可怜。要不然，你肯定迈不过这秦家的一尺三寸的高门槛去。谢谢夫人体谅。你哪人呢？江苏人。我听说你还懂点医术。啊，我就是看大夫诊病，偷学了一点。看上去是个灵巧的人，那你就先给我看看吧。夫人，这我哪敢呢？你还是请别的大夫吧。请什么大夫啊？啊，他们一个个的张嘴华佗在世，闭嘴扁鹊重生，都觉得自己是什么药王啊、医圣啊，什么熟读本草、倒背伤寒，表面上个个啊满肚子都是学问，说的比唱的还好听，可是只要一伸手，那草包肚子就都露出来了。我觉得他们都是些骗人的家伙。哎，你给我捏那只肩膀吧。好啊。哎呀，远的不说，就说近的吧。为了给我们家老爷治病，那是花了多少银子，请了多少个大夫，往家里买回来多少名贵的药材，什么人参呐、鹿茸啊、虫草啊，那整箱整箱的往家里搬，我们家老爷就往肚子里塞。哎，可惜呀，银子花了，药也吃了，最后我们家老爷他还是走了。所以呀，我觉得他们都是废物。废物。夫人，请问你是请的哪家的大夫呀？多了，
说了你也不知道啊，说来听听，也许耳熟呢。嗯，那我想想啊，宁雪堂的吴雪初，泉海棠的翁泉海，还有唐医馆的那叫赵什么来着？哎呀哎呀哎呀！对不起，师傅捏糖了，对不起啊。哎呀，你别说，你还真有两下子。你给我捏了这么两下，我觉得舒服多了。那以后我这肩膀就交给你了啊。嗯，那我再给你捏捏。嗯。夫人，嗯，你刚刚说那个唐医馆大夫叫赵什么呀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叫赵敏堂。夫人，你快起来，再让人家看见啊！哎哎，要不然你到屋里去躺着，咱们在屋里谈。哎呀，好了，行了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哪儿错了？我不应该冲你厉害。以后家里的事情都是你说了算。哼，每回你都这么说，一到接狗眼上你就忘了。儿子刘洋在外，我连个帮手都没有，净受你欺负了。不行，这回说大天，你都给我写个字据。好好好好，写，我马上写。那你先起来好吧？你先写。哎呀，我赵敏堂在上海他还是有一号的，我说话是落地有声的。那有声，声我没听见。写。师傅，我。一群糟心事，哎，你还在这里闹，你还嫌我脸皮磨得不够薄啊？啊，你非要折磨死我呀？折磨死我？谁折磨谁啊？有本事你休了我呀！我早知道你从头到尾在被窝里咬牙切齿，你天天琢磨我。啊，想当年你刘洋没钱，要死要活要跳海。要不是我爹卖了二厂地，六门老三身借了你一千大洋，你会有今天的啊？你爹还不上钱了，把你搭配给我啊？你呀，七个不乐意，八个不满意的。哼，要不是你爹喝毒要逼你，你身边早就云啊朵儿连成片了。我告你要了三年孩子，你不给我。要不是我要想跳黄浦江，你没办法了。晚上关上灯，戴着大口罩，戴大墨镜，害得咱们孩子都那么老大了，还色盲呢。我告诉你，我这一笔一笔都给你记得真连真亮的。你每天吃大葱，我能不戴口罩吗？那你戴墨镜干啥呀？我那不是还火眼吗？哎，这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，你还记得干什么？牢记历史啊，早晚算账啊。行了行了，不说过去了，咱就说说现在吧。哎，当家的，我就不明白了，那秦东山死了跟你有啥关系？也不是你一个人致死的。话是这么说哎，我也伸了一手哎，结果一脚踩在泥里头啊，不干净了。哎，他也没抓着你把柄啊，你担心什么？哎，不都让那个倒霉蛋一个人背了吗？都已经上法庭了，事情严重了。不行，我得出去。上哪儿去？我搬救兵。哎，字据你还没写呢。哎，谁来写？字据啊！你们来，邹先生，请您请。这是您的吊花啊，您给收好了。来，我们先拍个照吧。来，小亮来。啊，是师傅。来，赵先生，潘金桐，三二一。好，哎，明堂，你什么时候进来的？我刚刚到这里啊。不是，我是问，拍照前进来的还是拍照后进来的？我刚往这一站，就咔嚓一声。来，你别嚷嚷去。来，小亮，赶紧，再来一个。好，三，二，一。别忘了，人已经走了。我来跟你说说这人。哎，我长得丑吗？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刚才那人是上海滩鼎鼎有名的面粉大王，家里的钞票多得不得了啊。不就拍张照片吗？
把我拍到里头又如何？哎，丢你脸了？你误会了，我是怕呀，刚才你这姿势没有摆好，这姿势没有摆好呢，拍出来这个腔调就不浓，影响你形象的，是吧？哎，吴丽卿，我再给你好好说说这个人啊，不用讲，你自己知道就好。许师兄啊，你这刺血疗法是祖上数百年传下来的，如今这朝代都翻了好几番了，你怎么也应该朝前走两步了啊！来来来，喝茶喝茶。明堂，我的针可是从来没试过手啊，向来是针到病除，这几百年练就的小金钵，结实得很。好，好，好，我说不过你，那是你腿脚轻，力不稳。明堂，别以为你学了几年西医就了不起，到头来还得靠咱们中医老祖宗留下那些东西吃饭。我一来你就说教我？那是我说教你呀。是你说教我。哎，明堂，此次所为何来啊？哎呀，这秦仲山的案子没有落地呀。你说这个案子会不会再翻呢？此话怎讲？这眼下秦仲山死了，这件事情上了法庭，见了天，尽管罪状都落到了翁全海的身上，可是官司没有结，这案子就可能有变。什么意思？夜长梦多，但愿这个罪呀早点定，案子早点结。我看你我是不是得到秦仲山家走动走动来？你不是没事找事儿刺头颅吧？哎呀，知己知彼，心里有数，才不吃亏哎。看茶。喝茶。啊，夫人，茶水的事情我们自己来好了，举手之劳嘛。哎。那你先下去吧。嗯。吴大夫、赵大夫，二位大夫最近诊室可忙啊。哦，还好，还好，我也行。把门关上。那就好。嗯。请问二位大夫，此番前来有何贵干呢？秦夫人，不知贵老爷的丧事是否办妥了？哎，只能够先入土为安了。哎，可怜我们家老爷赚得了万贯家财，还没来得及享受，人就走了。啊，夫人呢？还是请节哀啊，病这东西呀，真的是很难琢磨的，病到深处，神仙都治不了啊，更何况，哎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你在这干嘛？我想听点茶。夫人把门关上，那就是有病人的事情要讲，怎么不长眼色呢？他们都是大夫啊，都给老爷诊过病的。哎，你说怪吧，早不来晚不来，都入土为安了，现在来做什么呀？咦，别立在这儿了，干活去啊。夫人，我和吴大夫有一事不明，想当面请教。哎，但说无妨。这秦老爷不是挺好的吗？怎么突然说走就走了？我们家老爷那天突然感到身体不适，我大哥说从江苏的孟河来了一位叫翁全海的大夫，此人医术高明，就把他请了来。他来了之后见过老爷，他又把我大哥单独叫了去，跟他说我们家老爷命不久时，临走开了个方子，
可是谁成想，老爷吃了他开的药，当晚就走了。哎呦，夫人啊，那是不是药服多了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我们是按照医嘱给老爷服的药，那是不多不少。哎，那我跟吴大夫开的药还有剩的吧？还剩下一副的。哦，赵大夫，您还有别的事情？应该还剩下两副药吧？难道那晚服了两种药？那天晚上倒是煎了两副药，可是我记得只吃了姓汪的开的那副药。哦，夫人呢，药这东西呀，讲究的是十八反十九味，相生相克，配伍严谨，切不可乱来的呀。这个我不明白。啊，夫人呢，我和吴大夫今天前来，一是要给秦老先生烧柱香，说说话。再有就是啊，我们也算是老熟人了啊，夫人有什么困难，尽管提出来。我们能够帮助的，一定伸手相助。是啊，是啊。您客气。这人走了，官司来了，这官司不了啊，人他不安定。是是是，夫人呐，还要快刀斩乱麻，早些还逝者一个公道。哎，我就说嘛，肯定是把药喝乱了，否则怎么人会突然死掉呢？哎，秦夫人可是说得明明白白。那晚上，秦仲山就只喝了温泉海的药，这话你也信呐？哎，他还说了，那天晚上可是煎了两副药啊！啊，不喝他煎什么药啊？哎，煎了就有可能喝。反正我已经把话点透了，那个秦夫人现在应该知道她男人是怎么死掉的。那她明白就好，这是他们秦家的事儿，跟你我完全不搭嘎。哎呀，雪初兄啊，你怎么还不明白呀？现在已经不只是秦家自己的官司了，也不只是那个温泉海的官司了，是我们大家的官司。如果把事情挑明了，警察不得上门来调查你我了，上海中医学会不得来审验咱们的药方啊，你我不得卷进这场官司啊。就算咱们不背锅，那也得抹一手锅灰呀。哎呦，命堂啊，你这心思可真够细。黄浦江的水很深，稍不留神就被淹死了。是的，是的。哎，那秦夫人应该知道，是她自己闯了大祸。为了保全自己，她最好的方法就是尽快把官司了结了。但愿如此来。啊啊！哎呀，我困了，我想去睡了。你不用管我，你收拾收拾就回去吧。好，走的时候帮我把门带上啊。嗯。
他把药方和草药扔进苏州河，就是不想让这些东西进了天。难道这里边还有什么玄机吗？您说的对，否则他没必要这样做。翁大哥开的是安慰方，不会致命的。而这两位大夫先去的秦家，秦夫人又做这样的事儿，我想，秦仲山的死因应该跟这副药有关。嗯，我爸他还好吧？还好，放心吧。你们赶紧回老家去吧。要走，咱们一块儿走。我拔不出腿来了。翁大哥，我一定会把你拽出来的。你把你那晚开的药方告诉我。告诉你干什么？我有用。有什么用啊？就别问了，快说吧。拿纸笔来。不用，我能记住。这两副药相克呀。我想那晚秦仲山很可能吃了两副药，如果是这样，翁大哥就得救了。此言差矣。如果秦氏他不承认有这副药，你又奈何？只要查明这副药是谁开的不就行了吗？没错，找到开方者，让他来证明确实给秦仲山开过方子。只是这方子被水泡了，这字迹勉强可以辨别出来，可是这落款的明信模糊不清了。何人所开，我们无从得知啊。伯父，这事应该跟那两位大夫有关。坐吧。大夫，我这有一包药，你看可以服用吗？外来的药我不看。你还是看看吧。药太多，我只带了一点而已。拿近点看得清楚。赵大夫，我想你该把天窗撬开了吧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这把你还要继续憋着吗？我听不懂你说什么。有病看病，没病走人，候诊的人还多着呢。哎，你的药呀，送你了。小罗，师傅，听着，关门。啊？关门。3、2、1，没长眼睛啊！确实，这是我。哎，脸长怎么又是你？这我在拍照呢，你这是？我咋不出大事了啊？出大事了？什么大事？我先拍完照。爷爷，又吃罐子了啊？哎，把门关上。还记得咱们去老秦家给咱们沏茶倒水的那个女人吗？没印象了。哎呀，他今天到我的诊所来了。哦，秦夫人病了，他带来了一副草药。是什么药啊？就是咱们给秦仲山开的那副药。是什么意思？他什么意思我不知道，反正我知道他想套我的话。不是，这女人究竟是谁？她干嘛要套你的话呢？哎呀，她是谁我不清楚，反正我知道她是对那药感兴趣，她想弄明白是怎么回事。哎，难不成这女人跟温泉海？哎呀，这事情越来越复杂了啊！这药怎么会到她手里呢？咱先别管她是怎么跑到她手里，反正她是为温泉海的事情来的，她是要为温泉海翻案的。她的药方了吗？啊，那倒没有。这药方上可是有你我的签名，如果她有那张药方，他就可以直接找公安局。干嘛找你啊？理是这么个理啊，可是我总觉得，哎呦，姓慌啊。慌什么呀？他再来纠缠，
你就应付他几句就完了。来来来，你看啊，薛叔兄，哎，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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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嘞，好，择时再聚啊，哎，好，哎，再见，再见，好好好，再见，走嘞。